佢就话可以帮你抢到飞，不过要加$5手续费。呢、這个就话有得卖全港戏院日嘅飞，仲要$30原价。望真啲啦，要必噶，价高者得啊！全港戏院日2023$30戏飞星期四呢头开卖，嗰头已经有黄牛炒飞啦。呢几张盛惠$100，比戏院日嘅票价贵成3倍。呢张就最离谱，$30嘅戏飞，佢一口价$240，唔怪得啲网民都咁讲啦。将原价飞变特价，再将特价飞炒出嚟变原价放，系咩玩法？不嬲都话炒卖先系香港核心价值嚟噶啦。如果俾得呢个价，我就喺其他日期自己买飞睇啦。市民心急想扑飞都情有可原。事关各大戏院网站朝早一度轻机，英皇戏院中午12点几有18000多人要等成3000多分钟，等到寂寞夜深都买唔到飞啊！不过想睇戏都系俾啲耐性啦，无谓益咗啲黄牛啊嘛。